非代现在国家都冇唔定在，冇得讲讲的，冇中国把对不会代现在冇，我就国家那边行了。肉诶，还是成了什么定在便宜的国家的讲定在，好事是变了什么定在巴闭。啊，定起的哪里冇？诶，冇定在有冇？定那什么定在外地遐，不得过那去，也得得说法。但哪里为现在，从那买个的变了百分之那么定在2.5万人次，但哪里冇？啊，你上的叶子，他们的，他那不他们的，呀，都动着了，上的又是什么的？我说没意思，因为我们的什么东西，他们等着没有去走，他们没等着没有。然后呢，他们等着没去买呢，现在我可能没事呢，现在比哈那买着等着我不买呢，在台湾。因为COVID-19，还是说没在，我估计他们都没去上的，那时候我少带现在有什么东西哈。因为国家都安排人家，因为你们上头没弄，也没得担心，这就便宜。某些那买单的，非法去瞄上的地方，得慢慢买着，对不会担心这病毒。那么上头人家有没有见着居家检疫？那也是，一时就带入哈，没就上头人家病毒那些。那么有没有见着要到底是何办呢？而且就是说，哎，现在总量管制，因为。买单的时候，他专门等着，后一代现在2.5万人，我得二百十几万。啊，等于我们买一只肉，第二是他们的，因为他国家头的观光业，第二是他们等着，给我们那头的有啊。肉呢，现在都是我买一只，他专门等着什么？只要我们把购买的买回到国家。那据我所知，第一天开放以后，第一天入境的人数大概是在4500人，而且是在6月15号。以此来推的话，渐渐进入暑假。然后返国的热潮、出国的热潮，那人数势必会超过25000人的。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把国人好跟这个国际的旅客呢，好或是国际的商务客，我们做一个区隔。因为说好不起，不是说没意思，他们等着估计他妈中了。啊，他们是用在现在防疫的保险，他们等哪能说我们的我们的还要有啊？所以我们在现在就也反正起码我们等着没有。某些的地方没有什么让店家那弄好标，不过呢，旅游业者也让店家，但他那不买的什么店家，我们买了什么店家，希望那对现在团体出游，因为他们买一只，免得什么店家爱的那说，给不能一个给好诶，而且成了现在流感，我们买得起啊，好些呢。在保险的部分，也因为之前的保险之乱，现在国外要出团。保险公司不太愿意做我们的团保了。那旅游业者，他们等着说，也许等到等他们等着，阿都动作兄弟，我就说 safe。马个他们等着说，到达里呢，你他们等着还是不打。我就说说，阿就吃那他们等着么没有？对，阿山上他们等着说，阿什么呀？后来的他们等着，阿给把简单的这些他们等着没有？他们在艺术的麦当呢，阿那闹事，我们等着做，多几代现在基本也是那些。他们在我得说，难得他们等着没去买呢，一代现在做台湾什么呢？反正莫不是去俄国，或者那他们等着走到国家都，满天说他们等着，偶尔飞那说红国和飞那现在基本的国际。你们那买着现在机会，那米和那些他们等着单了白白现在胡拼呢？或者那他们等着。买到了，阿德外先等着，别别见着商务舱，阿外不准便宜。